OK， 今天要被看。对啊，你先不要讲，我让我做个开头。OK， 今天我们要来练那个布拉夫的门门果实，因为最近迷上布拉夫。OK。然后在跟那个鬼神随便聊天呢、啊，这个人开始 crazy 啊！我又不叫鬼神，你这边乱讲话。啊，不然你三神、树神，比较虚神啊，比较虚七神，专门欺负虚鬼。什么鬼啊？哦，每次听你讲话都很好笑。加油啊！今天目标就是练到300等啊，这个慢慢等级等级300等就可以结束影片了，然后再展示个技能。你的技能？去死啊！啊！鬼神，我会把这里，我不会把这里剪掉。哎哎，我绝对不会把那里剪掉。剪啊，没看。那你报仇有没有？啊？哦，对啊，可以交东西哎。哎，对，我那不是玩的。哎，你弟也在玩 Bluff 吗？对啊。288再没看。我还骂你，哈哈，技术超多，太烂。月如霸的最近很烂，真的很烂，网页版的最好啦。真头乱吃的跟有点不太喜欢。OK， nice。你拿个饮料 ，OK OK。你拿个饮料。跟观众讲话，你知道吗？疲惫。我就剑达缤纷乐。剑达缤纷乐。剑达缤纷乐。
有听到？有啊。三百了 ，nice， nice， 哇！那我们先去实测，去实测我们的。我满等了，你才是三百。去实测我们传送门吗 ？Go， OK， 那我跟那个已经到了，跟我的观众，而且现在非常感谢五这位观众 ，OK， nice。那我现在就直接开始来实测吧 ，Go。那我们就先实测第一个技能，第一个技能不用实测也知道。就类似那个诺诺果实，我觉得像诺诺果实，不用连招 ，OK， 我不会连招 ，No，OK，、okay, 已经开始了，好了，三，二一，尴尬，为什么一直飞出去 ？Go， 因为我没有把这个升满，所以才1218。有点低，没关系。那我们来用第二个，那我们再看一次，真的很劲爆的帅啊 ！OK， 再一次。你在自言自语，在拍影片啊？在拍影片跟自言自语啦，怎样？那我现在第二招，第二招，第二招。有病哦！来，梁，我要乱录，我要进怎么办？第二招这应该就是隐形吧？第二招是隐形吧？然后放出来有那个伤害，这样子。是吗？我要折磨你，是不是啊？你回答我啦，不是，对啦，是不是？第二招它是隐形的。好 ，OK， 那我来第三招。好了，看你的影片啦，我继续打啦。等一下，第三招就是传送地方嘛 ，OK， 传送地方那就是就传。我要去打你了。看到你了，来，那我用。我练超级久的这一招，真的劲爆的帅，把你成垃圾的帅，对啦，很帅哎，这我练超久的，把你成功到一个类似竞技场的地方，然后你就跟你仇敌在那边战斗，虽然我也打不过他。OK， 那就这样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弄最后一招呗，虽然这一招是最后一招，但。我、哦、还没弄 F， OK， 三二一， F 这个就传送技能，就是踩上去会有那个伤害，但你自己弄是不会的，废话，但还不会。OK， 那我现在要试试看，把全部招死。在冰岛，冰岛。OK， 那今天就到这边了，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。